有可能在时速20的情况下完成多远的距离。这极限太困难了。今天这一集呢，也算是我们久违的企划，也就是招楼实验室。有没有看我身边这位好久不见的著名摄影师？以为为什么要找他来呢？今天要挑战一个算是人类有史以来超级困难的挑战。你知道现在全马世界纪录是多快吗？1小时59分40.18秒。你怎么连这都知道？我刚刚看乔丹。没错，全马这个世界纪录呢，已经算是人类有史以来完全没有人可以突破2小时内。在近年来，在 Kipchoge 的这个挑战之下，终于突破人类新的篇章，把全马成绩推进到2小时内。你知道这个速度有多困难吗？全马跑2小时，你知道均速要跑多少啊？3分钟。没有，是2分50秒，每公里要用2分50秒的时间挑战全程马拉松42.195的公里，在这个平均的时速啊，要来到时速20。你能想象20？你有时候骑脚踏车可能都没办法达到这个速度，他竟然可以用这样时速20的情况下完成一场马拉松。今天我们这个招楼实验室呢，即将来挑战，就是用我们的双脚，有没有可能在时速20的情况下完成多远的距离？看看我们跟这个神的境界到底差多少。这次我们收到 Shox 的邀约，那 Shox 呢是骨传导耳机的领导品牌。在这个品牌当中独有的舒适性和安全性，这个骨传导耳机专为运动而生。那这次呢， Shox 跟 Elio Kipchoge 推出了这个联名款的骨传导耳机，我们将在这一集节目当中佩戴 Kipchoge 的这个联名款耳机来挑战人类极限，到底我们这些一般人有没有可能挑战成功呢？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我们到底的挑战规则如下，我们将使用 Kipchoge 2小时以内的记录来挑战我们在一般人到底可以跑到多少，所以待会2小时在每100公尺当中要用17秒来完成，如果超过17秒将会宣告失败。那如果可以通过100公尺17秒考验，我们就在第二个100公尺再加入17秒直到跑不动为止。第一位参赛者天风力索，准备好了吗？啊，变态了吧，罗柯林啊！啊，好猛！竟然只完成了
470公尺，这个极限太困难了，只能交给下一位技术摄影师了。第三位参赛者，小旋风最初摄影师宇威。小旋风，我很智障。真是太难了，我们刚刚三个人挑战冯迪索只完成了200公尺不到，我完成了490公尺，我们最后摄影师小旋风以为竟然也只完成了不过600公尺。欸， Kipchoge 只是竟然用这个速度可以完成一个全马，我们这个实力差距真的是差太多了，所以这个人类的这个记录啊，真的是目前还有点望尘莫及，希望未来有机会可以越来越靠近它。感谢我们今天合作厂商 Shucks。 Shucks 为骨传导耳机的领导品牌，独有的安全性和舒适性，专为运动而生。这款耳机的配色为橘色和灰色为主轴，橘色为地表最强的跑团 NN Running Team 标志配色，代表热情、活力与生命力；灰色则代表着坚韧、专注和脚踏实地，象征了 Kipchoge 日复一日对于自身极限的探索。Shucks 身为骨传导耳机的领导品牌，耳机也搭载 Open Ear 开放聆听模式，让你可以及时感知到外界的声音，让你在跑步跟走路当中可以更加的提高安全性。亲肤细胶的材质包覆轻巧钛合金的机身，在耳机重量分布更加优化上，佩戴可以更加舒适稳固。耳机也提供 IP55 防水防汗等级，可有效隔绝水分的侵袭。双层网状结构及纳米疏水镀层，让你在使用后清洗更加方便。支援快速充电，只要充电5分钟就可以使用90分钟。OK， 我们今天影片就差不多这边结束喽。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合作厂商，也就是 Shucks 提供了这么优质的耳机，跟 Kipchoge 联名款的这款非常好看。如果大家非常有兴趣的话，赶紧点选下方资讯栏链接，可以获得更多资讯哦。而且我们在7月22号开卖之后，只要在前50名购买，就可以获得 Shucks 原厂背包。OK， 我是你的家人队，我们就下期影片见啦，拜拜。嗨，干嘛这样啊？你知道这是模仿谁吗？好，不要讲。好，今天这一集呢，算是我们好久好久以来，已经超级久没有看我们最初摄影师以为了。这一集就是我们要拍招楼实验室。那这一集呢，我们要挑战什么呢？这一集将来挑战一个算是人类目前的历史上，就是真的是只有一个人可以抵达的这个难处，就是在全马记录当中跑到2小时内的成绩。你知道全马跑2小时有多困难吗？很难啊，很难。啊，很难。等一下重来一次，我这边应该讲错吧？我讲错了。